次走秀。吸血鬼战士在烤鱿鱼。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, ，掌声。说话嘛，哎，好可爱哦，哎，小心小心，好，来跟大家说说话。在这一次你们准备呢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，相信对你来说应该是有一些获得，对不对？有，自己知道自己手工艺竟然可以做得这么好，哎，真的不简单哎，发现了自己的很棒很棒，以前不知道的优点，对不对？相信呢跟孩子之间呢也激发出了很多不一样的创意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来，从这边。四十一组准备好了吗？请上台喽。那我们也请了四十二组，疯狂心理 girl 准备一下喽。醒一醒啊，复旦中学的同学们，来跟我说一下，刻在你心里的名字是谁？没、欸，不好说。哦，不好说。那你的有没有好说一点？你的很好说，我知道。好，来祝我们大家会跟你们。祝大家万事。好，给他们热烈掌声，太棒了！谢谢你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。四十二在哪里？请上台，可以听到你们的尖叫声吗？四十三，失去理智，请准备。
下来再看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可以呢再给我们42组一个掌声吗？可以跟着一起打开是吗？好，我们42疯狂心理 girl， 我们给他别人也掌声好吗？哪位代表来跟我们说话？来，这四位呢跳的都很棒，尤其是你，虽然说你在第一回合就趴到地上了。齐豫高中电影电视科，我们队名是疯狂心理 girl，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带一段非常精彩的舞蹈，虽然说练习时间不长，但是我还是尽力的呈现美好的表演给大家。在过程当中，你觉得你们获得了什么？就是要多去准备更多的前置作业，然后再去多练习一些东西，对大家。是，好。充分不断的练习就会越来越棒了，对不对？就会更好了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疯狂心理 girl， 给他们那个掌声，谢谢。来，从你们的左手边，再来是43失去理智请上台，同时44组的活死人军队请准备一下咯。先来代表说话。你来哦，有人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齐豫高中艺术群失去理智，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表演，谢谢。我们给齐豫高中一个掌声跟尖叫声好吗？齐豫的同学，你们自己声音都这么少，请一个掌声来听掌声。好，谢谢你们精彩的演出，祝你们万圣节快乐咯。再来是44活死人军队，欢迎你们。46组 Halloween 请准备咯。
OK， 黄子仁军队自始自足，我们往前。先来代表发言，你看得到吗？你看得到前面吗？看得到。军队，旗英高中，我很想知道一下，因为你们这一组就是剧情啊，跟你们整个的那个服装造型都很厉害，我可以摸一下那个刀子吗？可以吗？哦，真假的，我可以拔一下给你。太可爱了，这一组呢，其实在整个造型部分呢，就够吸睛的。你们平常就有这些的练习，还是有去看 YouTube 学的？有老师在教你们在整个的化妆啊，特殊的这个造型的部分，是不是？在旗英念书有快乐啦哈。那这次呢，有来参加我们活动有快乐啦哈。很快乐。好，给他们热烈掌声，谢谢他们。44组国死人军队，再来呢是第46组 Halloween， 也是我们这次呢比赛的最后一个主题喽，给他们掌声跟尖叫声。想说我们都不要尖叫，也不要欢呼，想让你劈腿劈久一点。来往前面，给他们掌声好吗？好，来为两位来代表我们发言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旗英高中表演艺术科的 Hello V。大家好。怎么了？你们还好吗？你们是想尖叫是吗？你们的舞蹈真的很具有那个国际级的水准呢。你们平常就有在练习是吗？应该不只是为了这一次我们的比赛，对不对？这个表演我们是星期三才开始练。啊？星期三才开始练，就这么厉害了。所以所有起因的同学都很厉害就对了。这次过程当中你们有各自获得什么吗？有啊有啊，就是包括那些化妆技术啊，然后舞蹈练习，还有走位啊，这些我都觉得很好。所以这位同学你平常就有在练习劈腿吗？哦，平常就有练习劈腿哦，难怪可以劈得这么好。你真的很厉害耶。 你有舞蹈的基础是不是？表演艺术科，所以对于表演艺术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当你们的学妹，来旗英的表演艺术科是不是？大家自己考虑一下，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信心了。开玩笑的，他说当然当然了，给他们热烈的掌声，谢谢，四十六号的位，来谢谢你们，万圣节快乐喽！
今天呢，在我们的万圣鬼王游六合呢，在舞台区的创意表演的部分、创意竞赛的部分呢，已经呢全部的表演完了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要交给五位评审老师呢，双脑筋一下了。因为呢，今年呢，我们的参赛主题呢，感觉上呢，在整体的不管是服装造型、表演内容的部分呢，都跟往年呢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哦。可能呢，每一个人呢，其实有一些朋友可能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哦。那相信呢，都有感受到了我们的活动呢所传递的这个万圣节的气氛。尤其呢，欢迎大家呢不要忘记了哈，在我们六合商圈呢，不一样的节庆呢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活动呢呈现给大家哈。有空呢就要来我们的这个六合商圈。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呢带来的这段演出呢，是刚刚大部分的都是这个。